什么意思？这么严重吗？这样子录了，哎，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嘛？哎，这个人真的怪可爱的。来，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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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用，小恶魔，哦，来来来，看，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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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叶，不会，白板上，等一下，会，没有，小叶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他会处理，谢谢会处理，大根都没事，你会有事，大根都没事，对啊，我都没事了，大根都没事，也有怕，不要怕。他无讯号，宪哥无讯号了，他没有，重新接一下啊，密码，密码，无讯号，无讯号了，要接一下，你要先给我们讯号一下。哎，你起来安暖。大家很兴奋，你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软体啊？是什么意思？这么严重吗？这样子录了，哎，里面到底什么东西嘛？哎，这个人真的怪可爱的。哎，他们在转布里。有毛病啊！哦，想删掉，他想删掉，好，哦，他删，他来删腿，他删，他删腿，删什么对话？删掉，删掉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你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，不行啊，不能破对话，不会，我根本，而且我删错了，啊，你刚刚没有删到，我没删，我删到。可以看的我们才看，对啦，对啦，那不能播我们就不会播嘛，对不对？看你，对啦，对啦，陈宇桥是咸湿的还是什么？我刚刚手就是。宇桥，哇，心疼你。我觉得，反正不要怕，现在无讯号，宇桥现在无讯号，不要怕。无讯号，无讯号，现在无讯号，现在有讯号。这个无讯号，因为它会 delay， 它会 lag 很久。好漂亮啊，这张。我们看一下那个 YouTube， 都看 YouTube，YouTube， 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刚刚前面你们会看他们有什么 App， 然后我们就指导讯息这边了？对呀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啦。各位，有一个你们都忘了要看的，什么什么什么？我的秘密全部在那上。什么？你的秘密啊？那个 FaceTime。摸过来了，摸过来了。不，好 ，OK， 那个承诺，等一下，是有什么不能播？对对呀，有什么不能播？不是有跟朋友，我跟屈哥一直不能聊天，对呀，好了，而且你们有 FaceTime 是什么？我也不懂为什么不能播。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 ？In love， 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们看得到彼此啊，你要干嘛？两个 FaceTime， 好，我们剪掉就好了嘛，你播吗？不会了，再看一下吧。不行就剪掉。好，我们看别。为什么 FaceTime 不能啊？我们都是老公啊，妹妹啊，这个音乐，要不然看同一发票。看同一发票，可以看的吧？那你有没有中奖啊？可以啦。好了，你看我 YouTube 啊，我的 YouTube， 好，来看 YouTube 有什么呢？啊，章子怡的事哎，我蛮喜欢看。看节目哦，哎，理科太太蛮多人，你看哈，对啊，对我很喜欢，蛮多人追踪，给我们看出无聊的，看吗？对，你看这样场面无聊吧？那也可以看那个我的 Instagram 的首页 ，Instagram 的首页，对，太紧张了 ，Instagram 有什么？我现在已经很慌张了。OK， 来看一下我的 Instagram。嗯，好。OK， 可以看首页。可以啊。宪哥，我刚刚教你的宠物猫咪哪一个？怎么看宇桥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陈宇桥，
这两个是在交往啊？嗯，肯定没有，他乱讲，肯定有问题啊，肯定有问题的，一定的、啊。他紧张成那样子，不是有问题，是我不想要把我朋友的隐私对弄出来，因为有一些可能是，所以有问题的是朋友，不是他们。现在是交往中，我没有啊，我现在单身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那我们刚才不是都被弄出来？对啊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些可能比较多跟一些艺人朋友聊天，对对，很多。因为我像我里面也有，你们可以看群组，但是就是不要看内容就好。对，我可以给你们看啊，但不能看内容。好了，你说了，好，我证明，我证明我没有问题。雨霞，不是不能删掉，是删完了，删完了，删完了。好，要不然你回去，我们自己再看，我们看一下，三十秒就好。我真的没有删，我真的没有删啊！明明已经过关了，你却要回到虎途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要自己？都已经要 ending 了，你又自己出来？是删有不是？一直他一直说我有问题，我就没有问题，我只是说，我的意思说不要看，不公平，感情上的问题，我没有感情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放出来嘛，我们不要放出来，我们就这样讲。你们看，我也要看，你要看，我的腰力要好。干嘛？哎，要看，哎，你不能看啦！对啊，你们再给我们时间啊！他现在又还没有PO，那你到底要给我们看还是不给我们看？你们可以看，就是你们想看的，但不要看内容就好。我们就是看不想看的，没有点。没有，我们难道看不想看的吗？而且是你自己走出来的，各位大师比起来，我应该正常多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一起看，我们一起看。不行，你谁跟你一起看？不行，线没有接上，看不到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都被看了。好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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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为难人家了啊。OK 了 OK 了，保是啦，人总要有一些小秘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正常。